爹，爹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出了点事儿，回家歇歇。啥事儿啊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的事儿你别管。不问了，不问了，走，爹，咱们进去喝酒去。好久没见了，大黄的家。 从你们家走那个人去了大黄家，我没权利抓人，你是警察局局长，你去抓他，到时候什么都能弄清楚。走吧，震天，赶紧的。震天，我要是抓不到他，他如果真的跑了，你就永远搞不清你爹的事情了。 大黄的父亲就在里面了。强震天，赶紧抓他呀！赶紀！哎，等等，里边那个人很危险，我不想让你们冒险。什么？强震天，你疯了！你是仗着让人放枪，人就跑了？我是不是领的安全着想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这个人！里边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赶紧出来！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啊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，来了，别开枪，别开枪。哎，小姐，大豪，你可以啊，你包庇罪犯。救命啊，小姐！行了，他什么都。当面谈一谈，如果他回来找你，你就让他来医馆一趟，啊。放心吧，我们没有恶意，只是有些事要找他确定一下。小姐，我爹他就是个医生，不可能犯什么事儿的。话还挺多。乔振天是故意捣乱的。 他不想让我们找到老黄，他想包庇乔振坤，这里肯定有隐情。人跑了，线索也断了。哦，对了，那天我在药厂里看到齐飞了，说不定他们也在给乔振坤找药呢。嗯，先走吧。 你说你要调查药厂，你进去调查不就好了？你老在外面晃悠干嘛呀？你爹现在到处防备我，我在药厂也找不到什么有用的证据。走吧。 那些都是迷雾森林的毒果，如果汉斯用它们炼制药膏。 那么一丸的废水就有剧毒，难道这就是污染源？没错，所以我们得兵分两路，我去找乔振天。